好啦，今日朝早咧就系加拿大时间，喺香港咧就系星期四嘅晚黑11:30之前咧，我就为大家咧讲如是我闻嘅呢一集。呢集咧，我想讲关于邪教。邪教呢两个字咧，相当吃惊，使人惊嘅。咁首先咧，我就去查一查个字典。咁啊，字典上咧讲邪教咧嘅定义就系咧关于或者涉及超自然嘅影响或者作用或者系现象呢啲咧，好广义性咧嘅definition 嘅定义叫咩叫邪教？咁我曾经咧，喺20几年前咧，就得过一个牧师写嘅一个文章咧，讲关于何谓邪教。咁咧当时借咗俾我另外一个朋友何涛，但系因为佢咧爆咗血管啦，而家咧仲在生，都成10几年啦。咁啊，佢好难揾。佢太太好难揾翻嗰个篇文章俾我噶啦，但系我睇过之后尚记得，所有呢邪嘅宗教咧，首先咧，我想讲讲点解会有邪嘅宗教先。原来咧喺呢上个世纪咧嘅60年代咧，或者50年代嘅末期咧，大家都知道。冷战嘅结果系使到咧美国同苏联咧两个大国嘅对峙，呢两个大国嘅对峙咧引致到咧后来嘅代理战争。呢、这个代理战争包括咧韩国啦，所以分开咗南北韩。亦最剧烈嘅时候咧系我哋年轻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咧就系越战。尼克逊咧，决定派兵咧去越南咧，同越共战斗过，死过。咁喺呢个打仗嘅期间咧，喺美国咧系用征兵制。咁我有好多朋友咧，因为佢移民咗去美国咧，都受到征兵制嘅影响。即系话咧，佢屋企如果有两个男士咧，两个仔咧。系年龄合适喺服兵役嘅时候咧，都会想被招入伍打仗。咁我朋友咧就佢个大佬咧就讨厌战争，佢系一个素食嘅人，咁佢唔去。咁啊个细佬咧啱读大学，咁啊上阵，咁就派咗去咧。越南嘅海軍跟水兵嗰度做機械師，咁後來咧打仗居然唔死得，咁啊翻嚟咧從事咧再讀翻個大學，咁啊但係嗰陣時咧因為年輕人咧好多被招入伍啊，呢、这個招入伍係好慘嘅，點解咧？喺經過好短嘅訓練咧就要入去呢啲咁嘅雨林，呢啲亚热带或者热带地方咧打仗，咁嗰啲越南人咧，亦唔系同你讲笑嘅，因为佢要保卫自己嘅家园、国家，咁所以咧又同佢拼命。美国嘅年轻人咧喺虽然武器好，嗰个支援亦好好，但系咧处于一个远地嚟嘅军队咧，唔能够速战速决咧，俾越南嘅越共咧陷于一个咧相当进退维谷嘅情况底下。咁喺国内咧，亦有好多年轻人咧，因此咧就做起反抗。咁其中咧精神上嘅反抗咧，就系变成好多。系颓废，咁当年咧
大家都睇過咧呢個胡士托音樂會，呢個咧喺美國咧一個好盛大嘅年輕人嘅胡士托音樂會。咁啊，胡士托音樂會咧好簡單、好直接咁樣表達到咧年輕人嘅心聲，係厭戰，係認為咧冇理由要打一場咁樣嘅戰爭。咁啊，所以咧佢哋嘅口號，譬如話 Make Love。No war， 佢製造嘅logo 出嚟咧，都係用和平。但咧，亦有此時咧，因為到嗰、那個現實環境咧唔容許，仍然有招募兵員，而且咧電視咧亦好容易、好快脆咧，將呢個現場嘅情況咧報導喺每個家庭裏邊睇到。大家見到啲血淋淋嘅鏡頭咧，自己子弟咧，嗰啲子弟兵死亡嘅鏡頭咧，所以咧，大家咧都好傷心。於是乎咧，就年輕人咧，好多時係用頹廢呢兩個字咧嚟到去解決自己嘅困擾。頹廢唔係咁容易嘅，咁啊仲有依附住藥物。所以嗰陣時咧，有所謂 LSD 迷幻藥嘅興起，好多細路仔咧都係咧年輕人咧，我哋而家叫就都係服用迷幻藥嚟到迷幻自己，等自己進入去另外一個虛擬嘅世界嗰度。咁呢個咧係美國當時嘅一種抗議嘅文化嚟嘅。后来亦引致到咧，全个美国咧，走进一个咧，迷迷糊糊嘅年轻人嘅年代。虽然后来撤咗军，但咧呢个影响咧都唔系话唔细。咁啊，与其时咧，亦有好多所谓新兴嘅宗教咧，亦喺当其时咧就出现啦。啲新兴宗教咧，里边包括咧好多系来自东方嘅。咁呢啲东方嘅宗教咧，佢哋倡议嘅咧，就世界大同啦、和平啦，同时咧系一种静默嘅教育。咁啊，同咧西方咧传统嘅耶教咧系。點都有啲衝突嘅，咁所以咧耶教好多咧，對呢啲非佢哋耶教嘅宗教咧，都係叫做異端邪説。咁當然喺基督教耶教本身亦有好多異端邪説。咁一陣我哋咧逐個會介紹下，簡略介紹下，而呢啲咧都算係邪教嘅。一份子，咁邪教嘅特色咧，喺呢个文喺呢文章里边咧，系讲咗有几样嘢。第一，邪教咧，所谓邪者，佢哋咧拜信仰嗰个咧，讲唔出，好多时讲唔出系乜嘢嘢嘅神，只系一种超自然嘅力量。但呢个世界咧。确乎咧，有阵时会表现出超自然嘅力量出嚟嘅，系不能够用科学，不能够用心理学，不能用现代人嘅知识可以解释得到清楚俾大家听。咁所以咧，呢超自然力量咧，引致到好多人咧，感到迷惑，感到值得信赖，亦希望咧自己有一啲超自然力量。能够咧，逃脱咗现实世界，或者影响其他人，呢啲嘢都系当时一个咁样嘅现实嘅情况，直至后来到而家仍然有呢种咁样嘅企图同埋想象。咁所以咧，你话而家系冇邪教，都仲有噶吓，仲有邪教嘅
存在。第二点呢，他们必定有一个教主。教主这个问题呢大了。好多人呢都自己希望成为了教主。未必定有宗教，但呢成为了一个集团里面的帮主或者教主。何以这样呢？这个权力问题。中国人呢，尤其呢对，其实不是中国人，全世界都是希望有一种呢特别能力，能够掌控其他人，能够使到其他人的思想呢受他的影响，或者甚至乎呢听晒他话，服从，绝对服从他的指挥。咁呢个呢，我哋而家用咗呢个名词叫洗脑。洗脑，洗完脑之后呢，佢就必定听你话啦。咁听话呢，呢个系权力嘅问题。洗到呢自己嘅权力无限上涨，为所欲为。咁当然富有权力嘅人未必一定做坏事。呢个唔系必然嘅。但系权力系令到人嘅品性腐化的，权力越大腐化越深。最初可能有权力是做一些好事，但是渐渐呢，这些权力引致到他迷惘，引致到他呢不知道限制，一路呢扩充，一路发展，而成为呢不可收拾。古往今来呢例子实在太多了。中外古今呢亦有好多咁样嘅魔头。咁希特勒呢个史泰林，我哋中国毛泽东都系呢种咁样嘅有心理狂魔。后来呢演变成呢一个呢大魔头嘅历史。我哋不可不谨慎。咁讲到教主呢样嘢呢，好多好多这个自己认为自己有超能力嘅人呢都希望自己成为教主。有一个教主呢就通常呢係一个邪教嘅特点嚟。咁仲有呢有冇第三个特点？有。第三个特点呢，一般嚟讲呢就係、是、佢有一个目标。呢个目标呢好奇怪。譬如喺美国嘅邪教嚟讲呢，有好多目标呢係根据呢、这个耶教里面所讲嘅末日说嚟到发展。佢认为世界呢好快脆呢就末日到嚟。我哋呢要喺精神上呢，灵魂上呢得到救呢，必定呢要根据教主嘅所言所行嚟工作嚟做嘢。譬如有一个教主曾经叫过900多人呢自杀。因为佢哋话呢有天空中嘅载体呢你都接佢哋去天堂。咁果然呢係有人跟随，亦有啲細路仔呢唔知，亦係喺呢个咁样嘅情况底下被杀咗。亦有呢大卫教派呢为咗抵抗呢个嚟到搜罗证据搜集佢军械嘅部队作战，最后呢火烧咗成个农庄，亦有好多人，好多教众，佢哋嘅邪教教众因而死亡，造成咧好多悲剧。咁事实上咧，你问我咧，我就认为一切邪教都系利益，为利益嘅啫，无论系权力，无论系名就权力啦，利
就是金钱呢，色就是通常呢是男性主导底下呢，就是女性呢的肉体呢。咁呢个名利色权呢，四样嘢呢都系呢呢、这个邪教啊嘅教主呢希望呢获得嘅。咁获得嘅邪教教主呢梗有一啲伎俩嘅。冇话完全呢空口讲白话就有人相信你，我就系教主啦，你哋就要服从我。咁其中好多伎俩呢都其实呢系偽科學嚟嘅 ,pseudo science。咁偽科學嘅種類呢繁多，成本書都有記載。咁我簡略啲呢講幾種偽科學俾大家知道。咁其中有冇一啲認真嘅呢，可能有。但係我唔識。我只係知道呢好多呢係為求財、求名、求利、求色所引用的偽科學，所以你要分清楚、有一種這樣的人，有這樣的事。其中一種呢，剛才我之前呢已經講過了，就是預言。預言的定義呢，就是說借助占卜或者聲稱但未能證明的超自然力量呢去量度去预测未来的事情，及呢去揭示那些知识或者艺术或者他们的行为。咁呢个呢是一般邪教呢都必定引用的其中一种呢伎俩来的预言。咁中國有句說話非常之恰當，好好過癮嘅，叫做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呢、這個意思就話呢，一個同你講風水命理風水，尤其風水嘅人呢，佢講呢個風水呢嘅靈驗呢，可能係十年八年之後發生。咁你個人呢已經死亡了或者已经忘记了，很多时候不能够现场现眼即场去体会到它的真实点是否真实，所以呢呃你十年八年呢闲闲地。那么这个占卜这件事呢，在中国商朝的时候呢已经呢在中国盛行了。咁呢个时候呢，我哋有一本好出名嘅书叫易经，中国嘅易经。易经里面呢就话文王、武王、周文王、周武王呢创立呢个64卦。呢、这个卦呢卦象呢係讲咗呢个实际应做嘅情况俾大家知道。呢、这个喺易经度呢其实最重要是三个不同的字，即是做不做，做这件事呢是有益吉的，或者无益，或者呢无坏，无咎，无坏。那么三个可能性呢，你求完之后呢你自己呢自己决定。但是有一样东西请大家呢特别留意。原来呢占卜在中国古代呢的占卜，尤其是用易经的占卜，当时呢烧啲牛的肩膊的骨，或者呢龟板的骨的壳，看个裂痕呢而决定呢解释里面的那个易经的经文的。嗱，喺呢啲咁样样嘅占卜术底下咧，系需要一个人非常之诚恳，即系你唔能够再占一占今日呢场波边个赢啊，咁呢个唔好诚恳咯。
或者六四九哦，买边几个路马哦，呢个未必讲你听嘅，讲俾你听未必做，一定要诚恳。第二件事比诚恳更大嘅，就系事必要大事，唔系大事占卜嚟系冇用的。咩叫大事呢？喺当年系贵族、皇族，甚至皇帝、诸侯王，佢哋至去占卜。譬如签到，好唔好签到呢？签到呢个地方系唔适宜我哋后来嘅人民居住呢？嗱，呢啲好大件事。甚至乎呢，应唔应该打仗？打仗系死伤好大嘅，而且呢，动用嘅钱银好多嘅，应唔应该做呢？嗱，呢啲系咪系大事上嘅占卜？唔系话少少事嘅占卜，佢个占卜个神咧，嗰个木超自量系唔会讲俾你听啊。到咗孔夫子嘅时候咧，《易经》咧就变成咧系一个道德嘅教育。十易咧里边咧系将道德里边《易经》里边嘅道德性咧彰显出嚟。譬如好简单，两只羊大家互相打过，你只角翘我只角，我只角翘你只角，卒之呢大家两只角翘住，唔能够赢对方，卒之呢两只羊都唔能够动动底下呢被猎人呢活捉咗去，两败俱伤。嗱，呢个系一个道理。易经每一个卦象咧，其实都系一个道理。所以我哋读中国哲学里面嘅易经咧，就是、读其中嘅道理，就并不是读里面嘅占卜之术。当然，佢亦系占卜之术，呢、这个唔使讲啦。而且里面咧，而家伸延到咧，系中国好多嘅行为上，科学行为上，譬如医学、中医，譬如饮食，譬如咧好多，就算系天文地理，好多都系同易经啊有关系。当然咧，占卦算命啊，嗰种术数咧，亦系需要易经做根底。一次咧，真系得罪好多人，唔好意思。我有一个朋友咧，系研究易经，就唔系研究呢、这个占卜，但系咧佢授课咧嘅时候咧，讲述易经咧，好多行家咧就嚟学习嚟听，即系话咧好多现役嘅术数师或者出佢嗰个本每年运程嘅方士术士，其实咧佢哋都系对呢本咁重要嘅书唔系好明白嘅，甚至乎可以讲一窍不通。咁但系咧嚟补习咧都算好啦，学翻啲。以后呢有啲根据。唯一呢两个呢得嘅呢即家传嘅呢、这个呢又唔系话完全冇研究嘅人亦有。咁但呢易经系一个好重要嘅占卜嘅书籍。喺外国嚟讲呢就占卜呢好出名嘅呢就系占星术。这个、呢个呢好早嘅时候呢喺波斯嘅时候已经咧研究啦，好多时认为咧天象啊，喺天空宇宙中，其实咧数唔到咁多粒星，千千万万如恒河沙数嘅星，其实咧都系同人类喺地球上人类有拉能。他们这样说，
呢、这个同从你个出生嘅日期咧里边咧可以知道呢星咧就表现咗咧你嗰个人嘅运程。如果你系名人咧，如果你系有举足轻重，能够使到个人世间有影响改变嘅咧，你呢粒星咧更加系。光明更加咧係著眼，咁啊好多時咧，中外古今都話名人咧同啲星有關係。一個名人嘅死亡咧，亦可能係佢嘅一粒佢自己粒星嘅陨落啊！呢、這個喺傳說裏邊咧，諸葛亮咧死亡嘅時候咧，佢。希望咧可以保存到多幾日命咧，就等粒星唔陨落。呢啲係江湖上嘅傳說，或者係小説中嘅寫嘅題材嘅啫。咁但係咧，占星術咧，事實上咧係一種咧預言嘅方法。咁亦有話咧係準確，亦有話咧唔係好科學。啊，见乎人啦，睇下点样利用啦。咁另外一种咧，预言术咧就叫做水晶球嘅形式。嗱，呢个咧睇啊，好多电影咧里边咧，都西方电影里边咧都有讲到水晶球嘅形式嘅，即系咧好多嗰阵时话知嘅雾啊。通常喺西方咧，因为耶教嘅昌盛咧，所以咧亦系讲到嗰啲女士咧，啲中年或以上老年女人叫巫婆。咁佢哋咧，从水晶球里边咧嘅形式里边咧睇到咧一啲未来。咁唔系个人有咁能力嘅，但系咧，我记得咧，美国总统咧夫人南斯咧。比较相信呢一种咁样嘅占卜术喎，佢都系呢、这个体会呢个水晶球嘅爱好者喎、哦。咁呢个题我话啦。咁唔系净系睇水晶球嘅，有啲话体会一形式嘅镜咧，或者形式一池嘅水咧，都可以能够睇到。事情嘅发生嘅，咁呢个咧可以姑妄言之，就姑妄听之啦。咁另外一种咧，喺西方非常昌盛嘅，而家喺游戏铺咧，或者百货商店咧，都可以买到嘅。呢种咧就叫做。占卜板，占卜板其实咧，系一块木板嚟嘅，上高咧就最紧要咧就系有三只字，呢三只字咧就系、是、是否啊？呢、这个咧同我哋中国嘅易经咧即系差唔多啦。咁最后一个咧就系、是、再见，即系佢冇讲俾你听。咁之後咧，你仲睇到咧，由零到九咧嘅阿拉伯數字，同埋咧有 A 由 A 數落去26個英文字母。咁占卜板咧嘅玩法咧，好似咧我哋中國人咧玩嘅碟仙或者筆仙一樣。佢請嗰個神咧，請一個咁樣樣嘅超自然嘅物體咧嚟到去指示。咁啊，當然大家嘅手按住咗一啲物體，而詢問啲題目嘅時候咧，這個超自然力量咧會喺嗰塊板上高就指示俾嗰啲人睇到，因為佢唔識講嘢。佢冇讲嘢，就
是或者不是或者再见。当然呢他有时问到他会用数字来答复，或者甚至乎呢用这个英文字母拼出那个字来到去答复。但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的运作呢，很多人呢都相信了是一种神奇的超自然力量。为什么他们会相信呢？因为呢当时呢可能是两个到三个人。大家呢在这块积木板上高呢就按住一个碟，或者按住一些物体，洗型物体。而这个物体呢他跟住这个问题发问之后呢就会移动。那些人都会说，那因为物体同嗰隻手有接触，同每个人手接触，点解啲手放松咗之后佢会移动呢？係咪就係嗰种超自然力量呢令到嗰个物体移动呢，而唔係持住嗰个碟或者物体嘅人所要嘅移动呢？这个呢比较一个艰难啲问或者答嘅问题。我睇呢可能会系大家内心上早有答案。而呢这个答案呢喺潜意识底下呢呢两个或者三个人呢就会自己喐动嗰个手，大家自咁喐动嘅手呢去到嗰、那个答案的是与不是，或者再见，或者个数字，或者那些英文字母的上高。那么并不是神奇。这个在碟仙的玩法里面呢也是有个同一道理。中国人玩碟仙呢，首先呢就警告各位，这个并不是呢一个提倡这种玩碟仙或者是积木板的广告，并无此意。我只是觉得呢这些东西呢完全是没有科学根据，而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呢令人惊讶。惊讶不是等于这个是事实，亦可能呢会是一些呢巧合或者是幻想。所以我曾经呢去参加过一些这样的聚会。咁当我演讲完之后呢，好唔好意思，我喺在场呢係做唔出所有嗰啲法术出嚟。即係话个超自然係冇去到现场。咁我知道呢可能係我呢引致到嗰个超自然量呢啲人唔捉摸到呢、这个神灵啦。咁于是我离开咗之后，后来发生嘅事呢同我想象都一样，果然灵验，果然呢有灵飘过。但係嗰个法师都讲给大家听，请大家呢特别留意，有时呢可易请难送，他是不肯走呢，那么大家呢就麻烦了。中国广东有个说话叫做屎坑三姑，易请难送。三姑就是子姑，很多人呢都请他来扶机，或者请他来引动这些这样的超自然力量。但是呢他而且难送，我不是那么容易要他走的。那另外一种呢预知未来或者预知命运的命和运的方法呢，就是看相或者是看掌纹或者算命这种。
好多人咧都係特別咧喜愛呢種，尤其咧係簡易嘅體相或者體掌紋，好多術士咧都係用呢種方法嚟到去揾食嘅。但係咧，你話掌紋甚至乎皮紋，即係手指嘅十隻手指嘅指紋。或者腳底的指紋、腳指紋，或者甚至乎面上、面上有沒有預測到過每個人的運程和他的命運呢？那這點呢，我呢仍然是一個懷疑論者。但我相信不懂看的相的人呢都會懂看人喎。点解咧？因为人咧嗰、那个面上咧，其实咧有好多嘢已经写咗喺佢个面上高。一个人咧跟唔跟教，多唔多古古惑惑，你睇佢只眼咧，差唔多都差唔多知嘅。眼神唔定嘅人咧，佢啊内心咧好多谂法，尤其咧。你要询问佢一啲咧心底话嘅时候咧，佢更多掩饰。咁西方咧亦发明咗一啲咧叫做咧测谎机。呢测谎机咧嘅原理咧就系睇佢说话嗰时候嘅心理状态，影响到佢生理嘅状态。例如佢嘅心跳系咪加速咗啊？佢血壓係咪提升咗啊？佢嘅汗液係咪分泌多咗啊？咁其他咧，佢眼嘅瞳孔會唔會放大咗啲啊？或者收縮咗啲啊？佢舌頭係咪充滿津液，或者冇乾確曬？嗱，呢等等咧，都係咧心理影響到生理，亦會又話咧係一種咧指示嚟嘅。測謊機咧，透過呢啲咁樣嘅指示，我成日都話咧，一個人咧最虛偽咧嘅假嘅方法咧，就係寫文字。文字咧可以係寫到天花龍鳳，完全同你嘅心意咧係相反都得。其次咧就係你嘅面孔嘅表情，或者你嘅身體語言，好多人咧。做戏嘅人咧，学过咧，识运用到佢面上嘅肌肉，运用到嘅身体嘅语言咧，都系可以呃到你。但系咧，有一样嘢比较难嘅，就系眼神咧比较难嘅，讲大话。一个人咧，讲大话嘅时候，个眼嘅表情，眼嘅。注视的地方都是将你的真心出卖了。最近呢我看到一个呢大陆两会之间呢的访问，一个女记者呢红衫的女记者蓝衫，红衫那个提问了45秒。蓝衫那个呢隔离呢，你看个表情就知道是很不屑，而且呢藐视，喺度藐紧呢个红衫，呢个咧亦成为咗咧近年咧嘅两会嘅一个咧花边新闻，亦系喺大陆嚟讲咧系做起一个轩然大波啊！呢个不在今日讨论之列，但系咧眼神咧已经系诉说咗个说话咧好多嘅。一个人如果连眼神都懂讲大话呢，了不起。真的呢，大奸大案，真的。咁仲有一啲呢，譬如话塔罗牌。而家正式嘅塔罗牌呢，呢个欧洲嘅出现呢，最早期呢78张。话呢呢个系塔罗牌洗咗之后呢佢嗰个解释权呢就喺呢个
負責解嗰個塔羅牌嗰、那個人身上。咁啊，當然咧，我哋相信咧，呢、這個解釋嘅人咧，都有佢嘅利益所在。佢對付每一個人咧，每一個客人咧，或者要求嘅解釋人都有有一個作用喺度，唔係話隨便解嘅，有佢嘅原因喺度。咁呢個咧，我哋咧睇另外一篇文章喺中國嘅。在清朝的时候呢，这个江上派呢，即是江湖上出来搵食的，包括呢这些江湖术士。他里面呢有一篇呢本来口述的指导文章，叫做应耀篇。应耀篇呢里面呢讲得很清楚，就是呢一个来求术士讲佢个运程嘅时候，要注意嘅地方，见人讲人话，就见鬼讲鬼话。如何呢？用你嘅口嘅技术，又有叫做艺术，虚艺艺，而呢呃到人。呢、这个应耀篇呢，我哋不可不读。而家呢差唔多呢係登实出嚟㗎啦。在我小弟的絕作裏面亦有這部《應耀篇》，大家可以一看。咁好多邪教認為呢，預言呢不能夠用科學證明的。經常呢預言呢有時呢都使到人哋覺得奇準喎。譬如呢樂事的預言，譬如话中国嘅呢、这个推背图，或者其他好出名嘅预言，烧饼歌等等，我哋都讲过。但系我成日都感觉到有一样嘢，使到我咧好怀疑嘅。点解所有嘅预言都系用一啲咧能够穿凿附会嘅语言方法讲述出呢个预言嘅底细出嚟呢？好笑呢，係直接讲出嚟。咁事后呢，好多人呢就係事后好明啦，就能够呢解释到呢啲预言合乎嗰、那个历史的事实。我当然呢觉得这些是穿凿附会啦，任你怎么解得的。但呢很多时呢，很多人呢就会相信预言呢，这种预言呢是准到癫好啦。在基督教里头讲呢，除了他定下来的预言之外呢，他警告着信徒不可以弄法术，又不可以观兆。什么叫观兆呢？这个在圣经里面的利弗记里面十九章二十六节里面有讲到。观兆意思呢，就是看兆头。兆呢就是显现出来的一些迹象。譬如星的显象有一个兆头咯，星的陨落无星。或者呢睇茶叶，近时古代中国西方好听用呢个睇茶叶，或者睇呢、这个切开咗嘅动物嘅五脏嚟到嘅形象咧，嚟到去讲嘅预言嘅，呢啲都系叫兆兆头。你记咧系犹太人遵守嘅犹太法律嚟嘅，系上帝同大家讲咗咧，唔可以搞法术，又唔可以观兆头。咁呢啲咧都系咧
耶教里面咧嘅爪记。但系奇怪就系、是、耶教本身自己亦有好多预言，佢啲预言咧就准讲其他民族或者其他宗教或者民间宗教嘅预言咧就不宜讲不宜信啦。呢个咧一神教嘅排斥嘅力量嚟嘅。大家咧不可不知，而且咧，耶教咧系唔希望佢嘅信徒咧系发出预言添，系唔能够有预言发出嚟。咁但系我见到咧喺美国，亦有好多牧师咧，佢做出预言，譬如世界末日嘅日期。咁当然呢咁多次里头呢冇次准。呢个九十几岁嘅牧师呢冇次准。真係明灯嚟。大家都知道明灯点解呢，即係佢话嗰样嘢就唔中嗰样。但係呢亦有一啲信众呢相信佢。我相信呢呢位老牧师呢唔系一个呢神棍。但係呢佢系太痴迷于自己嘅超自然力量嘅预言啦。但呢佢冇睇清楚呢圣经係唔希望佢嘅信徒呢发出预言嘅。好啦，咁我想讲呢邪教里面呢有另外一个叫做招魂术。哇，招魂术呢样嘢相当之奇妙。相当之呢过瘾，不能不讲。大约呢喺西方呢英美嘅欧洲都有，喺大约十九世纪末呢，好多时呢呢个时期叫世纪末。世纪末嘅年代呢好多呢啲古灵精怪嘢呢就浮现出嚟啦。其中一种呢叫招魂术。招魂术嘅意思呢就是说呢他可以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令到死了的人他们死了之后是相信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呢召他回上来阳间。不止呢上来阳间还可能呢透过这个中介人跟他对话。那这个呢在中国呢老早有了。我们在广东呢叫这种呢叫做问米婆。我呢曾经呢去见过问米婆，但是一去呢就知道假了，他都不肯跟我做了。那个问米婆呢都赶过来走了。都知道我们混吉了。但有一个呢是我个老朋友好朋友。李国威先生，他很早离开了我们。他家里的一个老人家呢是靠做问米呢来维生养大他。这个也是可敬。中国问米婆呢就是近时呢做戏呢经常有的。最早期呢就是陈立品女士呢饰演。他真的饰嗰啲演出嘅，譬如佢翻你白眼啊，只鬼上身啊，杀米啊等等。后来咧就龙婆啦，咁就系罗兰女士做噶啦，亦做得惟妙惟肖，好多人都相信有文米可以招到魂，中国嘅招魂嘅人，有呢个超自然嘅能力。但我好少见咧，系呢种招魂术咧。是落在男性的身上，多数是女性身上。这个呢有是不是有传统还是有原因呢，我暂时未查得到。在日本呢亦有，大家看过一套电影呢叫做罗生门。里头呢他亦借助了一个这样的问米婆招魂。将呢死者
武士被杀的先生呢的灵魂招上来，使到呢他作供讲他为什么会死。当然呢他那个招魂呢，这个武士的魂魄呢亦讲大话，亦不讲出真相，亦是为自己自私自利，自己的利益呢来讲说话。这个是很大的讽刺来的。好啦，在西方来讲呢，这种呢的叫招魂术呢的术士呢，他们呢差不多在当年十九世纪末的上流社会很活跃。很多人呢，有钱人呢都希望呢有好奇心，想知道了呢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是不是可以真的招着鬼魂上来，或者亲戚的鬼魂上来呢去问长问短交谈一下。有些真的呢为了自己的亲人的感情呢来召唤的。见回自己的阿妈，见回自己的阿爸，或者祖父母，都是一件乐事啦。虽然短暂的相聚都有些温情在这里。有些呢纯粹好奇的。咁招魂术戏嘅呢场戏里面呢，我哋呢会睇到呢好多奇怪嘅情况，譬如呢大家手牵手呢围咗个圈，而呢中间呢垫住嗰张台呢会升高。咁呢个呢究竟后面搞緊乜嘢嘅魔术呢，真係呢我都唔識讲啦，唔知道。咁中国的招魂术呢，正话讲问米那个呢，我呢就觉得是不合乎道理的。譬如如果你是相信灵魂存在的，当然呢汉朝的时候呢，王充呢已经呢是写了一本书呢，就讲人死如灯灭，是没有灵魂的，我哋死咗就算嘅，我相信呢个嘅。咁你相信有灵魂嘅话呢，如果你係用佛教嘅观点嚟到相信灵魂存在嘅话呢，你死后嘅灵魂呢其实已经投胎。投胎根本冇可能出现喺你眼前。佢喺第二个人身上，个灵魂已经做咗第二个人，或者第三个人都未定。如果你是落咗去地狱道或畜生道，你的灵魂是根本不能够有自由地召唤佢上嚟嘅。因为嗰度嘅规矩好严，冇可能。如果你行云野鬼，你根本就冇自由可以追随住呢个问米婆嘅指令上到嚟同你见面添。你係好弱嘅能量。你道教一样，你过咗鬼门关之后呢，你飲个蛮婆汤呢，你已经投胎了。即使係藏传佛教，你都係投胎了。冇呢出现返喺你亲友嘅面前。个灵魂係唔可能咁样自出自入的，而且那个问我亦冇呢个法力，咁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一个欺骗。如果你是基督教嘅咧，无论你是天主教、新教或者东正教或者其他光谱底下的宗教，基督教你都不能够请到上嚟，因为佢嘅灵魂咧，而家天主教嚟讲，可能喺炼狱等紧。亦未必一定会是升了天堂，未必一定会落了地狱，但是等着。有些甚至乎在黏布狱等着。所以呢根本灵魂是不能够有自由地翻上来的。我都不知道是用什么
的民間宗教或者其他的學說，使到靈魂，即死者靈魂能夠再上來還間跟你短聚。那法力的來源在哪裡呢？這個呢我一直都懷疑，所以呢只有一個答案，就是行騙。这个是行骗的。嗱，仲有一个呢就是叫做呢在台湾兴的叫落阴。落阴呢就话呢带你去游地府。这个呢亦是一个呢幻想。有没有地府呢你成问题呢，你相信有亦不是咁容易，你一个生的人的灵魂出咗窍之后能够进入地府。地府咧喺中國嘅歷史裏嘅書裏邊咧描寫好多次，裏頭咧嚴禁生人勿近。喺呢、這個希臘嘅神話裏邊咧，呢、這個地府更加唔入得，有三頭狗咧看住，出出入入咧都有啊嚴格嘅規定。咁所以呢，如果我係相信有靈魂嘅，即係話呢陰陽相隔係一個呢相當嚴嘅地方，係冇可能呢照到嘅。而呢個所謂招魂會招魂嘅技術能夠咁樣樣呢存留咗成個世紀，到而家雖然冇人玩啦，但仍有人相信。咁呢個呢真係一件呢好奇妙嘅事。咁當然呢我哋亦從半信半疑裏面呢好少好似我咁樣呢咁堅決否認呢一種咁樣嘅迷信的讲法。如果各位观众呢有他的亲身经验，我亦欢迎呢他跟我们倾倾，或者呢甚至写给我们呢在我们的网络那里呢我跟大家呢答复或者呢引用，等我亦大开眼界。曾经在美国呢有两个姊妹呢，一个Margaret Fox 15岁了当年，一个呢卡蒂 Fox 12岁，他们开始了呢现代的招魂的运动。这两位呢年轻的女孩呢就曾经抱怨呢说他们的房里面呢听见一些呢很奇怪的敲击的声。后来呢他公开呢声称话已经做咗一个密码，知道呢原来呢个密码呢係当时一啲灵魂发出嚟嘅声音。好似我哋话一啲密码密号。喺1848年呢佢个生嘅100年前呢亦是呢这个马克思发表啊这个无产阶级共产宣言嗰年呢，这件事消息呢引用了现代的招魂学。好多人相信话呢透过他们两姊妹的解释呢是会知道了呢这个密这个灵魂同人溝通的密碼是點解？咁但係40年之後，呢兩位咧都老去啦，兩位小姐老去啦，兩位 Fox 小姐老去了。Margaret 咧就首先同記者講翻出真相，佢承認呢個係一個欺騙嘅行為。Margaret 咧話佢当时同个妹妹系通过屈曲咗佢哋嘅膝盖
同埋腳趾嘅關節，因而咧發出一啲咧聲響出嚟。啲聲響咧好似就係一啲敲擊聲。佢就話呢啲係密碼，而且係佢識解，咁任佢解咯，任佢穿著符去解咯。咁咧證明咧，都係一個欺騙，係一個咧使到人相信嘅特別能力。呢、這個當然咧同名利有關。咁喺聖經度咧，係絕對唔承認或者唔贊成招魂術嘅。咁啊，好清楚咧講咗俾你聽。尤其喺法律書《利未記》裏面咧，就話呢啲中介人巫師，佢哋嘅巫師同我哋所講巫師係唔係同一個 definition 同一個界定？呢啲咧係應該受死刑嘅，而且咧係死老慘，要俾群眾亂石掟死嘅。招魂術亦係激怒咗神嘅一種方法，所以咧，如果你相信耶教嘅神咧，你千祈唔好玩招魂術，亦唔好信招魂術。而咧，招魂術咧，實際上咧，中外咧都係一個騙局。今日咧差唔多時間咧，差唔多一個鐘頭啦，咁同大家咧喺呢度咧say goodbye， 仲有下文喺第二次嘅下星期咧，同樣時間咧，我會繼續講到邪教嘅種種其他，希望咧大家歡喜收聽，而且有意見咧請盡量咧俾我，可以寄上嚟我哋網址。我亦会咧加上我哋图片，加上我哋嘅 caption 说明咧，就迟啲咧会放俾大家。好多谢各位，拜拜。